格力强阿姨，您怎么看起来不开心？小迪迦，阿姨的钥匙掉下去了。阿姨，你不要着急，我来帮你捡钥匙。阿姨，钥匙捡上来了。谢谢你，小迪迦。小迪迦，你真的太棒了，你是怎么想到用吸铁石的？这个是我爸爸教给我的。爸爸，这是什么？这个叫做吸铁石，它们可以分开也可以吸在一起。吸铁石又叫磁铁，它们不仅能互相吸引，还能吸引一些金属物品。哇，爸爸，吸铁石好神奇。小迪迦，给你一个试试。真是年纪大了，绣花针放到哪里去了？奶奶，你怎么还戴上老花镜了？奶奶正在找绣花针。奶奶看我的，让我用吸铁石来找找。奶奶找到了。谢谢你，小迪迦，帮助我找到了绣花针。吸铁石真是个神奇的东西。